有请第一组家庭。Welcome，欢迎你们。哎呀，好可爱的小宝贝呀、啊！宝贝你好，哎，你在干什么呢？跳舞呢？来，爸爸妈妈谁做代表？这个是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严福伟的妈妈。Hello， 大家好，我是严福伟的爸爸。严福伟小朋友。你怎么一来就玩手机啊？严富伟，听说啊，严富伟小朋友好像会跳舞哦。真的？那我跟迪阿姨看好不好？好不好？好。来，我们想请个音乐好吗？啊。怎么跳的？看妈妈怎么跳的？喂喂喂！哎呀呀呀呀！这个摇摆舞姿相当的，哎呀，很特别嘛。我停不下来啊。手机就扔掉了。我们严福伟小朋友听到音乐，那是根本停不下来的节奏啊！喜欢听音乐。哦哦，怎么了？他现在怎么了？怎么了？说话说得好清楚啊！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就哭了？爸爸妈妈知道他现在发生了什么状况吗？他说我跳舞跳得好好的，为什么不让我跳了？对对对对。阿姨问我走好不好？阿姨问我你好。好的。看来这个小朋友是个很友好的小朋友吗？在我们的比赛开始之前，爸爸妈妈谁来给宝宝送上一段寄语呢？亲爱的宝宝，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你现在已经15个月了。从你出生到现在，带给了家里很多的欢乐。你的每次进步，都让爸爸妈妈觉得很幸福、很欣慰。宝宝，虽然前面的路还很长，但是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幸福、健康、快乐地走下去。宝宝，加油！爸爸妈妈爱你。爸爸妈妈是天底下最爱宝宝的人，对，也只有在我们年龄的这个阶段才可以随心所欲的生活。不瞒大家说，这把 iPhone 现在已经用了，所以能够把手机给小朋友玩到这个程度的也就只有我们的亲爹亲妈了。他今天所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就是从起点爬到终点。严飞小朋友，请你上赛道做准备吧。伟伟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老爸站在了惩罚台，老妈在终点等着宝贝。是的，严富伟小朋友，请听口令 ，3, 2, 1, go！ 伟伟，伟伟快来！好的，严富伟好像听到了妈妈召唤，他显得非常的高兴。来，有，来这边有兔兔。他兴奋的时候好像特别喜欢全身一起趴呀，刚才跳舞的时候就已经是了。哥哥，哥哥，看哥哥干嘛的？快来，快来。来爬爬爬爬，快点，加油加油！好嘞，微微加油！来到了我们的积木旁边，微微拆房子喽！加油加油！加油坐下来啦，这是要站起来呀、啊！快点快点过来！哎呀，微微在妈妈这边来，妈妈在哪里呀、啊？对，向前爬！加油！微微绕过了积木，加油加油！来到第二关玩具诱惑区，微微微微，看到妈妈这边。也没什么兴趣，对，也没什么兴趣。伟伟，妈妈在哪里呀、啊？找妈妈，快过来。伟伟，跟所有的小朋友一样，哎呦，他对蛋也没有兴趣，对，直接扔掉。别的小朋友都可喜欢这个小鸭蛋了，伟伟，伟伟很努力的往上爬。来，妈妈这里来，跳舞，妈妈这里来，快点，加油，加油，加油！糟糕，这个坡对伟伟来说太滑了。我先睡一会儿是吧？伟伟，加油！提醒你啊，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哦。今天这场旅行看来让伟伟很高兴。过来，妈抱抱。喂，妈抱抱。你要去哪儿？我们倒计时了。伟伟今天是来玩滑滑梯的吧？我连第二关都没过。三。好的，过了第二关。小贝真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组家庭上场，欢迎。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有你们在身边，让生活更新鲜。每一天都精彩万分，爱都比你。谢谢。哇，我觉
爸爸，他相信宝宝能够闯关成功不坑爹。爸爸妈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来，大家好，我是王子安的妈妈。大家好，我是王子安的爸爸。王子安跟妈妈今天穿的这是情侣装也好，母子装也好，但是跟爸爸不像一个季节的呀。爸爸这么严谨，我们看爸爸的职业好像是老师，是不是？对的。是哪一科的老师呢？我是音乐老师。所以王子安小朋友应该从小就是在音乐的熏陶中健康成长的吧？对，我们就是平时在家里每天都会给宝宝放着音乐，而且宝宝也很喜欢弹钢琴。啊，现在就很喜欢弹钢琴了。王子安现在多大了？他现在13个月多一点。13个月你就弹钢琴啊？把他会，我们会把他抱在钢琴上，他自己会双手在那按琴键。他很喜欢按那个琴键，是不是？对对。哦，来我看看。钢琴家的手，我现在才能看出来吧？哎呀，这是钢琴家的手啊！其实看不出来钢琴家的手，看得出来是弱弱的手就对了。而且王子安的爸爸妈妈特别用心，今天我们现场有一张图片，来看看他们给王子安创造了一个可爱的小世界。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专门家里就是客厅围了一个玩具区，是吧？对，专门为宝宝铺设的一个游乐区。有一些父母来了就说我们家孩子是散养的，看来这个宝宝是圈养的。在宝宝爬行之前，父母亲谁送上一段宝宝的契约？宝贝。甜蜜一吻之后，王子安小朋友请上赛道做准备了。好，现在呢，王子安小朋友，请听口令 ：3、2、1，Go！ 妈妈，妈妈，妈妈在这里。你看，妈妈在终点，又是吉他，又是摇旗呐喊。天哪，妈妈，这个设备，这是学校搞运动会的时候借来的道具。快来快来，加油加油！这个好像一般那个启动仪式环节用的那个启动球，对不对？对对对对，这个激光球很特别。加油！默默小朋友看到了会动的大老鼠。现在 Jerry 跟默默打起了招呼。做默默的妈妈可真不容易啊！我们不理他，默默。你把默默要唱哭了，妈妈怎么回事？加油，默默加油！哇，快来快来，加油！没想到这么不稳定的情绪给默默是加入了源源不绝的动力。妈妈在这抱你，哦，快来快来！哎呦，好可爱哦！妈妈在这里啊，快来加油加油，宝贝，好棒哦，好棒的小伙子！这一关他一点都不害怕哎，虽然你长得细皮嫩肉像个小姑娘，最后两步默默加油。加油，宝贝儿，宝贝儿，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宝贝儿加油，默默不哭，让宝贝自己到终点，让妈妈进来，宝贝儿不哭，加油，宝贝儿靠自己的努力，还差两步，好的，恭喜默默闯关成功。没有看错的话，爸爸刚才很激动的拿旗子摇晃的时候打到妈妈的头了，不疼吧？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太兴奋了！哦呦，哦呦，你刚才干嘛了？再来一遍！哎呀，今天恭喜默默一家，因为默默的成功闯关，拿到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恭喜你们！下一组家庭上场，欢迎。Hello， 大家好，欢迎欢迎。哎呦，这位爸爸真是好高啊！来，爸爸做个自我介绍。我是朱一航的爸爸，祝萌。我是朱一航的妈妈，唐一燕。所以中间这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就是朱一航，是不是？是的。你好。哎，宝贝，今天怎么戴了一个游泳眼镜就上来了？是准备替老爸落水吗？因为我们从小就特别喜欢游泳。真的？对，2个多月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去游泳，当时还害怕他会怯场，但没想到呢，他特别喜欢在泳池那种感觉。宝宝爱游泳是个特别好的事情，对身体的发育都会特别好。但我是听说您啊，虽然看上去高大威猛，男子气概十足，您曾经因为宝宝心疼的掉眼泪啊。是的。第一次打吊针。他第一次打吊针是吗？是的，对，当时的话，爸爸就忍不住到旁边偷偷的流泪了。妈妈那个时候还特别坚强，在想办法固定宝宝，一定要把针打好。反倒是这个大老爷们儿到一边偷偷的抹眼泪了。您当时怎么会就这么动感情呢？也就是那一刻吧，后来就好了。
哎呦，你看还不愿意承认。我们的小宝宝以后长大以后，爸爸难免会有批评你的时候，有时候着急了也可能会比较凶，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在你因牙牙学语的时候第一次打吊针，爸爸曾经为你掉下过泪，所以不要这么顽皮了好吗？啊，既然这么着急，我们就话不多说，小宝贝儿请准备。一行宝贝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老妈站在了惩罚区，老妈在终点拿了一个架子鼓等待她的宝贝。是的，老爸那么高的个子掉在水里那样子不好看呢。一行全干你的了，请听口令 3, 2, 1 GO！ 一行加油，加油，宝贝快，宝贝加油，加油，草莓，草莓快，朱一航非常了不起的在往前爬，而且越爬越开心。是的，现在宝贝是破涕为笑，是从开始的眼泪连连到现在的微笑连连的。宝贝，好吧，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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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加油，加油，加油，快快快！哎呀，宝贝，靠他自己努力闯了成功，恭喜你！塞嘴里了，他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些草莓啊？哦，所以妈妈用那个草莓阴影，他就过来了。而且你们家儿子好了不起，有那些玩具没有对他造成丝毫的影响，在妈妈跟玩具之间，一航是毅然决然的选择。是在吃的和玩具中间，他选择了吃。今天我们恭喜朱一航一家拿到了我们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恭喜！今天我们好妹兵队的表现呢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接再厉。有请下一组家庭。一只小蜜蜂呀，飞呀，好 baby 呀，飞呀，飞呀，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你们好，你们好，来来来来来，你们俩上来这就哇哇，你们经过人家同意了没有？啊，刚才才送走一个戴那个泳镜的小朋友，今天又来了一个穿泳装的小朋友。因为小蜜蜂很勤劳，我希望宝宝以后一样也很勤劳，就像小蜜蜂一样，一下穿到终点。哎呀，幸好你没说，我希望宝宝以后也很勤劳，帮我洗袜子，帮我收衣服。泳装里面穿尿不湿的，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露一个脚袋。小宝宝嘛，你好，我说我的手好好吃哦。费心，你的小名叫什么？我的小名叫小桃子。小桃子？嗯。我还以为小名叫小蜜蜂呢。对对对，怎么想到叫小桃子？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水灵，然后他的小姨就给他取了一个小桃子。哦，水灵灵的水蜜桃。一般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喂饭啊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你们家宝贝吃饭怎么样？我们家宝宝必须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大人跟他一起吃才可以。而且比如桌上坐很多大人的话，他会自己用他的小筷子然后给大家夹菜吃。他现在都会用筷子了？对，可以。我家养菜都还不会用筷子呢。哦，所以他吃饭一点都不操心？对，不操心。那今天闯关会让你们操心吗？你们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没问题。好，很有信心嘛。那接下来小蜜蜂请准备，加油。小桃子宝宝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老爸站在了惩罚台，老妈在终点等着勤劳的小蜜蜂。哎呀，我最喜欢吃水灵灵的水蜜桃了，快来快来，让我啃两口吧。来，小桃子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吧，好吧，快不怕，快来快来，不怕不怕，妈妈这里有小熊，草莓，还有小熊。我觉得对于桃子这样的宝宝来说，遥控车只会让他更害怕。果然，桃子站起来了，往前飞奔。我们只能倒数5秒钟了，五。对。
们这一组的表现就到这里了，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加油队的表现吧。好的，欢迎回来，你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 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有请。哇，小宝贝你好。 Hello， 大家好。好，来分别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彤的爸爸，我叫张志晨。我是张彤的妈妈，叫吴恋阳。爸爸，你是不是抱着宝贝有点吃力啊？我觉得。不用，他喜欢这样抱吗？哦，喜欢这样抱。是这样抱，上班比较忙，抱的不是很多。抱的不是很多，你看妈妈揭发你了啊！这个是。啊，平时比较喜欢玩的玩具。宝贝这么小就会打高尔夫啊？但喜欢玩球，很喜欢玩。可以给我们示范一下吗？我们都不会打哎。宝贝，你能示范一下高尔夫球吗？好不好？来。这里来，这里，你看球在这儿，打球，哎呀，好厉害！爸爸，他是不是那个你天生觉得他那个运动的感觉很好？是，他整天就会爬来爬去的，到处跑。爬来爬去啊？是的，太好了。所以这个关卡应该对他没有任何的难度。那接下来这个宝宝寄语是留给爸爸还是妈妈来完成？妈妈。就是我准备宝宝，然后要是没爬过关的话，我就会跟爸爸一起落水，因为我希望就是宝宝长大以后看到这个节目的时候，然后知道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小家庭。是不是特别爱身边的这两个男人？特别爱，对不对？对，所以愿意同甘共苦。宝宝成功呢，和宝宝分享喜悦；宝宝失败，和老爸分担痛苦。我觉得是这样，今天宝宝这么给力，爬来爬去不可能会失败。好的，那我们就在终点等待着宝宝的好消息。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加油。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请听口令 3, 2, 1, go。 快，加油。爸爸说宝宝的运动细胞特别好。宝宝爬过来，这个造型很像小马。好，宝宝这边，糟糕了！你看妈妈，我没有用啊，宝宝，他会掀开帘子呢。过来，你看，宝宝，妈妈在这边，妈妈在这里啊，妈妈不在后面。加油，宝宝加油，加油！咦，这里呀，这里，我们爬，我有种感觉，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呢。我们爬过来好不好？爬过来，那个小车子，宝贝要爬下。好，宝宝。目前处在犯规状态，五、四，我们要爬，三，爬过来好不好？可开心了，宝宝爬过来好不好？没事，妈妈在这里啊。虽然宝贝面带微笑，非常开心，但我不得不说，犯规。妈妈现在站在我们身边，她说要陪爸爸一起去完成惩罚的任务，这也是对全国的人民许下的一个承诺，没办法。没错，来，老妈去到爸爸的身边啊。接下来这是一个什么动作？是一个求婚的姿势。虽然很浪漫，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惩罚开始了。这是一个求婚的浪漫姿势。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哇！那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欢迎他们，可爱的小姑娘。好的，我们全家人给我们好好的自我介绍一下，从老爸开始。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的，我叫胡安东，是孩子的爸爸。听出来了，这明显的合肥口音。合肥口音。妈妈。大家好，我是孩子的妈妈，我叫蔡姿梅。宝宝叫什么名字？胡思涵。胡思涵。对。多少个月了？18个月。18个月。平时是谁带他带的多一点啊？都带。都带。对，你带的好点还是爸爸带的好一点呢？爸爸带的好一点。爸爸带的好一点，太出乎意料了。爸爸有什么育儿心得赶紧分享一下。对，我觉得我带的没有他妈妈带的多。你们俩互相谦虚呢。谦虚是吗？宝贝平时对什么样的事物比较感兴趣？宝宝一般对吃的。哦，对吃的感兴趣。对，他是个吃货。我看出来了，王乐，你再多问几个问题啊，这老爸就快坚持不下去了。你这平时肯定对宝宝关心太少了吧，对不对？所以宝贝，今天咱啥都不干，专干坑爹的事儿，好吗？专门坑爹啊！乖。上哪干了？坑爹，好紧张啊！那接下来这段宝宝寄语是谁来完成？古语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我们可能对我们的宝宝要求没有那么高，只希望他健康快乐的成长。
但是以后上学的时候呢，在班里成绩倒数，那是肯定不行的。至于以后结婚、恋爱、工作这一块的话，以后的话，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这个继续说。是、啊。加油！那今天我们的萌宝已经18个月了，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封顶年龄，能不能帮助我们加油队拿到关键一分？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小名叫亮亮，已经准备就绪了。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请听口令 ：3、2、1，Go！ 开始前进。快爬！我们的亮亮小朋友真是个，哎呀，刚要夸你的宝贝，是个勇敢的小姑娘，对不对？快点！我们要做小野猫，思涵，加油，走了。哎呀，看来宝贝发脾气的方式，那就是思涵，我要站起来。宝贝，你总是要毁灭小屋，趴下，趴下。好吧，看来我们要倒计时了。是的，宝宝的脾气不小啊，但是目前还是处在犯规的状态。不肯趴行，最后5秒倒计时，宝贝儿，如果你趴下，我可以不数；如果你趴下，我可以不数。哎呀，鞠躬可以不数了。鞠躬，我那五，好为难啊。回去了，4、3、2、1，时间到。惩罚一下平时疏于这个照顾宝贝的老爸，惩罚开始。接招吧啊！我们的大鲨鱼，最厉害的大鲨鱼来啦！哎呦哎呦哎呦！好的，送给你们小贝这一百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宝贝儿别哭了啊！好的，掌声有请我们下一组萌宝家庭，欢迎他们！哎呀 ，Hello。这才是真正的亲子装啊，从爸爸到妈妈到宝宝都是一样的哎。没错，这胸前应该是一只老虎，对不对？对，虎虎生风啊。来，分别给我们各自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李新超，这个呢是我的儿子李立江鹏，这个呢是我的老婆江亚。他多大呀？12个月。12个月啊？刚1岁。爬得好吗？还好。11个月就会走了。可以给我们走一个吗？今天穿好穿上小鞋了啊。对。爸爸说了，走两步，没事，走两步，走两步，嘿嘿，哦呦，有，这是个啥意思？有，啊，好棒！好的，我拉着你走一圈，来，一二一，走圈啊，走圈，一二一，好，摆个 pose， 你挡住人家了好吗？谢谢，宝贝的眼神是不是都呆了？我跟你说，这是什么妖怪？但是我觉得哈，宝贝今天爬很有希望，你们觉得呢？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有希望，非常有希望哈。我觉得也可以。看你的了。那接下来祝福寄语送给我们的宝宝，能看着你每一天快乐健康的成长，我们由衷的感到，无论我们经历怎样的艰辛，都是值得的，言简意赅。对。接下来我们可爱的这个小朋友就要登场了，一定不能坑爹啊！来，萌宝，请准备，加油！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站在我们的身边，请听口令 3、2、1 go！闹闹目前的状态非常好，速度很快，我有。宝宝看一下表，说：“哎，时间还早吗？”哇呀，完全非常的顺利的通过了第一关，非常的顺利。乐乐，那个不要，我们这里有吃的。乐乐，闹闹，其实闹闹在第一关已经节省了很多的时间了。没错，爸爸妈妈，你不要催我嘛。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怪物是谁呀？不要理他，闹闹。躲开乐乐，我躲。然后呢，摆出一个非常销魂的 pose， 这个姿势相当的优美。不要那个，珍爱生命，远离 Jerry。拉拉，你快香蕉。对了，哎，Jerry，
香蕉，来了。闹闹的目标明显是小火车，来来来来，还是小鸭子呢？主要是小篮球，小篮球是蓝色的球，这里球，对球类很感兴趣。乐乐香蕉，你看妈妈吃了，快过来，妈，快过来，看我们，哎，我们要看我们，宝贝，爬过来，快点香蕉，哎，吃香蕉，香蕉，吃香蕉。闹闹说我不吃我不吃，现在你离奖品只有一点点的距离，但是时间很有限，我们要开始倒计时。闹闹这边4 3 2 1，时间到，这边接受惩罚啦。不错，送给宝贝一家小贝针一包，到底纸尿裤大礼包一份。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欢迎。哇，牛仔好忙啊！瓶酒上身体，我能不睁眼睛，假装不看我自己。小牛仔，你好吗？不用麻烦了，不用麻烦了，不行，不用麻烦了，老师，你也挂了吧，不用麻烦了。是的，好可爱的小宝宝哦！你们鼓掌还鼓掌呢啊！来，这个牛仔一家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是轩远彤的妈妈，叫杨毅。我是轩远彤的爸爸，叫轩瑞。小名叫什么呀？伊娃。叫什么？伊娃。伊娃。我看过一部动画片，叫做。机器人总动员，对不对？对，就是伊娃和瓦力，对不对？看，你那表情一看就好无知啊！看过伊娃和瓦力，好经典动画片啊！我只看过 Tom and Jerry、舒克尔的贝塔、葫芦兄弟和他的爷爷。葫芦兄弟，你暴露你的年龄，你80后。那是什么？机器总动员。机器人总动员。那伊娃是个什么样的角色？伊娃是那个外星的机器人，对不对？对，白色的，很漂亮。好厉害吗？很厉害，很厉害。哇，你好厉害哦！你看，照片看到没有？天哪，这个眼神也太像了一点吧，好可爱哦！这叫神同步，你知道吗？对，听说伊娃平时还会给人抛媚眼啊？是吗？再来一遍。来吧。伊娃，给巴力抛一个。好可爱哦！而且你看，一直面带微笑。来，接下来妈妈祝福送给伊娃。6岁的时候，宝宝你就要成为一个小学生了，希望你好好学习，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同学。对。然后第二个是18岁的时候，虽然你经常和同学出去玩，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可是我们要让你知道，我们永远是你最温暖的港湾。26岁的时候，你碰到了你最对的那个人。算得好准啊，正好26岁。25岁那个遇到的不行啊，不行，必须是26的。26岁的那个。对，是不是？就要和他共度一生，然后共谱你们美好的未来了呢？希望爸爸妈妈一直陪着你，让你慢慢长大，永远幸福。我们先从眼前做起吧。好的。现在是多大呀？16个月，我们先说16个月的事儿，好好爬。就是完成比赛，赢得大奖，对，不坑爹，好吗？好，来，我们的萌宝伊娃，请准备。好的，我们的伊娃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区，老妈已在终点就位。伊娃，请听口令 ，3 2 1 go。性格很好啊，笑看人生。小哥哥都棒多了呢，真的。伊娃，我是玛丽。伊娃，坐下来，我们和鸟叔一起来吃点东西吧。他怎么找到的？我请问。伊娃，他怎么找到人吃的？天哪！你果然是个师傅。伊娃，伊娃，咱们先不吃好不好？到终点这有好多吃的。伊娃，吃这个。哎呀，我还没吃完呢，别打扰我。好乖哦，乖哦。
才能成功，双手奉献才能成功。加油，还有最后几步，你是最棒的，你最棒的。来，再来 ，Emma 在这里，快来，宝贝，来 ，Emma， 快来。最后两步，最后两步，牛仔老爸要来啦！来来，恭喜伊娃总算成功。为什么不喝啤酒？因为啤酒伤身体。好开心哦！接下来3500人的空调，恭喜我们的伊娃一家，恭喜！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好 baby 队的精彩表现。有请，又要看我们好 baby 队的表现啦！哎，我都兴奋的语无伦次了啊！有请接下来这组宝宝，来！哇，这个酷！欢迎保镖和巨星！哇！哇！就是男保镖，我觉得宝宝也应该戴上一副墨镜，你觉得呢？人家两个是保镖，很酷的一家，你们好。那个谁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呢？大家好，我们来自上海，我们的宝宝叫瓜野，霸气，霸气的名字啊！是是是，我觉得好好奇啊，怎么宝宝叫野是怎么回事啊？一个是因为他生下来就有10斤那么重，然后他脾气也很大。所以我们就只能叫他爷，所以他一生下来就是个长辈，对吧？我的资料里写的清清楚楚，瓜爷罗西成是一位广告小明星，所以才会如此之帅。是拍过很多广告吗？有。宝宝，我们来看一下广告的照片，这个已经是儿童座椅的，好可爱哦！这都是婴儿系列产品，对，帅哥呢？瓜爷这是哪位啊？你看他的眼睛，看到没有？好的，有没有一段话要送给我们的宝宝？宝贝，爸爸妈妈希望你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将来呢，不管你要做什么，想走到哪里，我们都会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妈妈还希望你长大做一颗耀眼的星星，最好是能像李敏镐一样的男神。明星宝宝已经发脾气了，你们再不让我爬，我就真的发火了。好嘞，还有，所以接下来请我们的瓜爷做好准备上赛道了。此时此刻，瓜爷罗西成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看一下，现在妈妈来到了终点，爸爸站在了惩罚台上，就看瓜爷的表现了。所以接下来，请听口令：3，关关；2，1，关关；关关，看这里，关关，好，关关，恭喜你，关关，关关，关关，哎呦，关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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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看到了，我以前一直以为只有美女向前爬，勤着眼泪。哦，呱呱爬得好快哦，呱爷的速度相当快。哎，转弯了，注意力开始转移了。不要，现在开始开心了，开心了。这个时候紧张的不是妈妈，是爸爸。对。哎，又哭了，呱爷。哎，又哭了。瓜爷，瓜爷，你是小馒头啊！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咦，这是什么呀？呱呱，泡泡，呱呱，你这样是犯规的，呱呱！为什么？犯规了！我的天哪 ，Jerry！ 哦，天哪，呱呱的眼睛瞪得好大，吓哭了！Jerry 懂了，妈妈，打他，不要哭，打他！我相信此时此刻真的不是假哭。哎呦，真的吓哭了，吓哭了！不要，所以赶快到妈妈这里来，宝贝儿，快到妈妈这里来，妈妈可以保护你，宝贝儿。呱呱，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过来，快过来，加油加油，爬，啊，加油加油！啊，哦 ，no 爸爸爸爸，呱呱居然往前爬了。一边撕心裂肺的哭，在一边往前爬，呱呱不容易啊！哦，大馒头，大馒头，哦，大馒头，大馒头，大馒头！呱呱现在一边哭一边往终点爬。啊，馒头，馒头！哎呀，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呀！加油！呱呱加油！最后两步！哎，加油！那馒头，馒头，馒头！呱呱呀！宝贝，你好棒的！你的最后一步。终点了，可以抱宝宝了，恭喜！恭喜！
恐惧和害怕，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到达终点了，所以恭喜你们一家可以获得价值3500元的空调一台啦。恭喜瓜爷一家。好，让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家庭上场，欢迎。哇，抬高一点，不要掉在地上。欢迎这个杂技世家，怎么一来就给我们玩这么高难度的动作呀？因为他平时在家比较喜欢玩这个游戏。哦，这在家里经常玩的游戏啊？对对对，那这么小的宝宝可以玩这样的游戏吗？可以的，从2个月开始就可以玩了。它是一种感觉统合的训练方式。哦，你还说人家喜欢玩？你看我看他的表情，看不太出来他乐意啊。他现在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新的环境还不太适应，在家里估计你是太亮了，这个灯对宝宝来说。给我们介绍一下，我是宝爸张庆全，我是宝宝的妈妈叫郭燕，我是做早期教育的，现在在从事这个育婴师职业培训，是这个培训讲师，育婴师的老师，所以带宝宝肯定特别特别有自己的方法，相对来说还好。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可以跟我们电视机前的妈妈们分享？比如他现在这么闹该怎么办？怎么闹的话，他的就看一下他想干什么，有可能他想他的目标就是想要他的话筒。妈妈很准确地说出了宝贝的需求。嘟嘟，嘟嘟，阿姨好，就不给你。为什么不用玩嘛？那个好像妈妈当时这个有宝宝也是比较意外，是不是？就当时没有计划，对，然后还在工作。是的，那时候经常会出差，因为一年的工作都已经完全安排好了，临时改变的话可能性也不大，所以经常会带就是肚子揣着他，去出差，很辛苦。经常在讲课的时候可能会上半节课还比较乖，到下半节的时候就会在里面踹来踹去，但是生下来以后也蛮好的，对我的声音特别敏感，每次哭闹的时候只要我唱歌给他听，跟他说话他都会很快的就能安静下来。我觉得妈妈既然是做这个早期教育育婴师的讲师，她这个说话可能对宝宝就是一个很好的胎教的功能，是，对，没准稍微长大一点就能带其他的小朋友啊，就可以进行早期教育，是不是啊？但是今天来的主要任务不是来抢话筒的啊，是要从这里爬到那里，听懂没有，嘟嘟？很明显听懂了。好的，嘟嘟小朋友，接下来请准备。嘟嘟小朋友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老爸站在了惩罚台，老妈在终点等着宝贝。嘟嘟小朋友，请听口令 ：3、2、1，Go！小小的一个人儿，妈妈在这儿呢，慢慢的爬着。嘟嘟，哦，爸爸，加油，加油，妈妈在这儿呢，来。嘟嘟，快来，妈妈就在这个大球的后面。妈妈这个球来。嘟嘟，快来把球给你玩。现在冲着我们的积木爬去。嘟嘟要拆房子喽，恭喜嘟嘟把房子拆掉了。嘟嘟，妈妈在这儿。妈妈，你今天可不能丢人，你是早教老师啊。爸爸不是说要用你的方式来吸引宝贝吗？嘟宝宝加油！不是，方式也有限，你看隔这么老远，嘟宝也不看人家一眼。宝宝加油！他在潜心研究那个积木。在这，快来快来快来！妈妈的有球，来加油！快点加油！好的，我们的遥控赛车出动了，准备吸引嘟嘟的注意力。嘟嘟，妈妈拿出了一串福袋。嘟嘟对此毫无兴趣，不管是大球还是小福袋，好像他丝毫不感兴趣。来啊，快加油！嘟宝啊，时间有限呐，千万不要坑爹呀！快追！哎，加油！对，就是这样。好的，在我们遥控赛车的吸引之下，哎，被积木挡住了去路，挡住了就再也不爬了。五。嘟嘟小朋友还在研究那个积木，可是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挑战失败，老爸请接受惩罚。大鲨鱼出动了！不要慌，不要慌张，慌张，慌张！一直到爸爸落水，嘟宝还在玩着他的小积木。哎。
欢迎回来，正在收看的是安徽卫视全新亲子游戏节目《加油好 baby》，加油好 baby， 宝贝向前冲。那比赛继续，有请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有请。小梦可以穿的是比基尼吗？妈妈，我们现在还在过冬天呢，我怎么能想到这样的创意啊？爸爸说我们闯关成功，就带我们去海边玩。对，来分别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我们是来自上海的茱莉亚宝贝的家庭，我是妈妈叫周晶，欢迎。我是爸爸叫祝宝义。哦，听说你们两个是通过吃认识的。应该说我们两个感情啊是从吃开始增进的。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吃货嘛，我们喜欢到各个地方去吃好吃的。当时我们还是朋友，普通的朋友，然后我们就开始经常到寻找不同的地方去吃，然后就慢慢的。你来到合肥有吃吗？我知道合肥最好吃的是什么吗？我很想知道，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到，然后就开始录节目。那你们要问一下全合肥最会吃的那个人，你知道吗？那就是王乐乐，不是你吗？我还在做一档这个美食节目哈。其实合肥的吃真的很多，大街小巷都有美食，但这个季节其实不是吃龙虾最好的季节了。但没有关系，来到这里就是现在是全安徽最有特色的地方。没错，今天宝贝闯关成功，明年夏天啊，凭着那个空调来这里，我请你们吃那个小龙虾，好不好？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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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我们的小宝宝可以挑战成功。加油！来，我们的文宝，请准备。加油，加油。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现在老爸已在我们的惩罚台就位，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请听口令 3, 2, 1 go。 宝贝快点快点到妈妈这边来，爬过来爬过来，看宝贝加油，爬到妈妈这边来，快快爬过来，快爬爬爬到妈妈这边来，爬爬这里啊，看妈妈爬，加油加油，爬爬爬，加油加油加油，快点爬到妈妈这边来，快加油，不要看不要看，看妈妈这边，看妈妈这里，不要看，看妈妈这里有吃的，好吃的，有很好吃的，小朋友很难抗拒动画片所带给他们的心意。哎，你最好吃的肉还有橘子，快点快点，哎哎，快点到妈妈这边来，哎快快快，宝贝别看了，我们继续向前爬，好不好？是美食吗？哇，所以说这个老爸老妈是吃货，对不对？小朋友也是啊，快点爬到妈妈身上，别人上了宝贝，这是可爱的吃货一家，小吃货，快，妈妈带你到外面去吃东西，爸爸带你去海边吃海鲜，快快快，加油加油，这是下午茶时间，哎哎，我们走了哦。我们吃完了，好了，宝贝，吃好。哇，发现了 Jerry， 这是什么怪兽？有怪兽，快点！宝贝变换了坐姿，有怪兽，快点！快走，快走，快走！哎，不对呀，宝贝，那是 Jerry， 那不是妈妈哦。哎哎，那边有虫，朱莉亚，快快快快快！好吧，宝贝，你要坑你爸爸了，坑爹了。他在学 Jerry， 加油！Jerry 向他鼓掌，我们拍也鼓掌，拍球，拍球怎么拍 ？Jerry， 你能教他爬吗？我觉得他在学你 ，Jerry， 你可以教他爬吗？到妈妈那边去，妈妈想你了。宝贝，我们去海边。就在这个时候，小鸭子出现了非常和谐和融洽的一幕。小鸭子在哪里 ？Jerry 和小朋友成为了好朋友，小鸭子，并且一起玩耍。把小鸭子拿给妈妈，小鸭子，小鸭子说：“爸，有乌龟在，这不就是海边吗？”我带你去真的海边。好的，来来，爸爸给你机会。没有用了，老妈，你不用喊了。最后五秒倒计时。快点，宝贝，妈妈带你去海边。3, 2, 1，时间到，爸爸，宝贝，坑爹成功，大鲨鱼来啦！我怕你，我是。哟。提前感受下海边的感觉。哇哦！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
又是一位小公主，对不对？对。我是依依的爸爸，叫陶鑫。我是陶韵依的妈妈，叫张璐。啊，所以这宝贝儿叫陶韵依，小名叫依依。老爸，你声音好浑厚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哦，我是做管理工作的。管理工作，对，管理的高层啊。小层。小层。谦虚了，谦虚了。好幽默、啊。想问一问，平时宝宝跟谁的关系更好一点呢？跟妈妈，跟妈妈呀？嗯，为什么？啊、我觉得老爸不是管理层的吗？不是应该管理宝宝和妈妈的吗？老爸都管理别人去了，没空管理我们。我是小层，这边是高层。哦，这、哦就是高层啊！他在外是高层，回家就是最底层。那当然。爸爸抱好不好？爸爸抱抱，爸爸抱抱，摇手。不要。老爸，你该多心酸呐、啊！天哪，这是亲闺女啊！所以她很嫉妒，因为我家宝宝现在会叫爷爷、奶奶、妈妈，就是不会叫爸爸。试下，这个不行啊，总得想个办法改善关系啊。那还要多花时间多陪她。对，工作再重要，这个才是你无价的财宝。是的，财富，好不好？是。所以今天罚你，罚你这段寄语要说得好，说得精彩。一，爸爸妈妈对你最大的期许就是开心快乐。总有一天你会离开爸爸妈妈，独立的去面对生活。我希望在那一天你能带着这两样礼物，好吧？哦，好的。来，我们的一萌宝，请准备。加油！好的，我们的萌宝一已经准备就绪，老爸已站在我们的惩罚台，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一哦哦哦，好样的，宝贝！对，终于有一个宝贝，既不哭也不走了。超快，顺利通过第一关。陶韵依，陶韵依，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来，来，依依，依，不要看，过来，过来，过来，妈妈在这里。妈妈，你的意思是不要看 Jerry 是不是？对。依依还没有发现 Jerry， 哎，过来，过来，过来，发现 Jerry 了。依依，我们一会儿再跟他玩，你先来妈妈这里。我觉得依依并不是很怕 Jerry 哎。只是背对着杰瑞坐下来而已。宝宝选择背对杰瑞，哇，这个时候走向了鸟叔。对，决定转移一下注意力。依依，陶韵依，依依，我们在这里，来，爬过来，终于看到爸爸妈妈这里。依依，过来，过来，过来。他瞬间丢弃了那个小鸭蛋。是的，应该是发现了小火车。好的，恭喜依依顺利来到第三关，获得价值800元的电压力宝一台。来，能不能顺利通过第四关？加油！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关卡。宝贝，好的，完全不害怕，完全不害怕，完全不害怕。真的很奇怪，有些小朋友真的就不怕最后一关哎。好的，价值2000元的高科技净水机送给你。来，依依，哎呀，这个怎么踩不动，使不上劲儿啊，对不对？对，最后一关对小朋友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累死我了，来，加油，加油，好棒，依依，哎呀，好不容易哦，辛苦辛苦。我们也来到依依宝贝的身边，准备迎接我们的小依依。啊，来，依依最后一步，恭喜依依挑战成功。试一下，抱抱看，能不能抱过来呀？给老爸一个机会。耶，三，哇！没耶，现在感觉怎么样？哦，好像好幸福，好幸福。我觉得依依很棒，我很为她骄傲。对不对？其实她应该很怕这个东西的，从来没有玩过。嗯。这个时候我们更骄傲，这一组到目前为止就过来依依一个人，我等得好着急啊！我们要送给依依宝贝一家3500元的空调一台，送给你们。恭喜我们的依依家，恭喜！好的，马上请上我们的下一组萌宝家庭，掌声有请。是一位可爱的小姑娘哈，这拿的是，这是送你的礼物了啊，对，这是宝宝最喜欢的东西，宝贝最喜欢白菜呀，是的，哎呦，为什么他平时最喜欢跟蔬菜玩？植物大战僵尸是不是？可以和植物玩吗？这个吗？
是不是？来，我们分别先自我介绍一下吧，从老爸开始。大家好，我是王子淇的爸爸，我叫王新华。我是王子淇的妈妈，我叫李玉晓。所以就是子淇有没有小名字啊？王子淇的小名叫王小新。王小新，对，小新。听说小新爸今天本来是有可能没办法来到现场的，是吗？是这样，因为我由于工作原因，我现在在拉萨。拉萨工作啊？对，我就好远了。我特地给宝宝也拍了一张视频，当时宝宝妈妈跟我说，你要是不回来参加这个节目，你就不用回来了。哇！对，天哪！所以你们把这个节目看得很重，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啊。王子淇，加油！王子淇，加油！王子淇，加油！而且我能猜到，如果老爸是在拉萨工作的话，应该平时很少有时间能陪到女儿身边吧？是这样的，对。最多一次要走多久？多久见不到女儿？70多天。70多天、啊？对对，2个多月。2个多月。对 对。那对于宝贝成长的黄金期来说，70多天应该算很长的时间了。对。那你平时在拉萨要是想她怎么办啊？我每天晚上到家之后，一般7点多我就给老婆打个电话，我说跟宝宝视频。跟宝宝视频？哎，对对对。但是她也不会说话。是的，是的。他知道视频的那段是他爸爸吗？他认识，他知道他是他爸爸。他能听到他爸爸的声音，然后他就过去。那我觉得今天来参加节目《宝贝爬行》之前，这段寄语非常非常的重要。没错，是的，可以回头放给他看。来，老爸，宝宝，每当看到你的视频的时候，看到你成长，既高兴又难过，因为不能陪在你的身边。我希望你今后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加油，宝宝！一会儿你的命运就掌握在女儿手里了，好不好？好的，明白了哈。好的，接下来我们的萌宝，请准备。好的，我们的萌宝已经准备就绪，老爸也从拉萨千里迢迢来到了我们的惩罚台啊，老妈已在终点就位，萌宝请听口令 ，3, 2, 1, go！ 他来了，记性不是很好，哎，他来 ，OK， 有所准备，加油，好的。开始向妈妈出发，加油！快来，王小新，小心！王小心，你真的是不爬可以，一爬惊人哦！对，好棒啊！一个神龙摆尾啊，将所有的积木全部记了。好像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干了这么一件坏事啊！完全不知道，注意到了。王小心，这是我干的吗？不会吧！什么呢？王小新，加油！发现好吃的，对，刚妈说了，小新刚睡醒，所以一般的人睡醒要吃点东西才比较好啊，恢复精神。果然是要补充一下食量啊！快来，王小新，加油！妈妈这里有好吃的，快来了啊！快来，王小新，来，妈妈这里有好吃的啊！妈妈，你手里的那个鱼能吃吗？别骗我了！好，王小新，小心，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他的目标，王小新，鸟叔，王小新，鸟叔，小心，鸟叔。鸟叔进行一个友好交流，来把那个给妈妈。王小新，把你手里的菜，鸟叔，我来给你展示一下我的臂力怎么样？王小新，来把你手里玩的给妈妈。王小新，把你手里的那个给妈妈，好不好？王小新，鸟叔不会做哑铃的，不用给他了。王小新，王小新，妈妈要回去。小新，妈妈走了。小新，妈妈要走了。王小新，哎呀呀呀，又发现了小火车。哎呀，对对对。王小新，挨个玩一遍了。是啊，那个是红绿灯哎，宝贝。我实在不能读了。王小新，找妈妈。老爸，你从拉萨来这么远，但是比赛就是比赛，它有规则。规则就是我要倒数5秒了。来，小心，五。王小新。四。三。王小新，你们来了吗？二。一。王小新。非常遗憾，小心挑战失败，坑爹成功。下面惩罚开始。哎，你背对着他，也没用啊！非常遗憾，我们的小新挑战失败了。